见鬼啦！不是在台北市的博士，台北市的市，对这个地方也算贡献了一个小六位数字这样子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要做什么呢？今天只要在新一区晃一个小时就好了。那今天平日因为人比较少，关系提供你一个接近人群的小方法。哎呦，所以哦，还有帮我想办法，找到一位五位路人。 成功接唱宪哥的歌，哎，这个简单嘛，这真的简单，这个在简单了，因为基本上不会有人不会接唱屋顶，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。哎呦，你知道是谁的歌吗？周杰伦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不是怪怪的人，我知道我在。哎呦，那你告诉镜头我是谁？对，叫做。露西派，这个刚有点作弊哦，嘿，已经掌握节奏喽。我要找的就是差不多跟我年纪的人嘛 ，OK， 掌握节奏，谢题的方法。哎，两位好朋友，你可以再跟镜头讲一次我的名字吗？露西派，漂亮，我任务完成了，谢谢你。阿妈，可以打扰你30秒钟吗？不方便哈，没关系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我要的其实是这句话，你说我，你刚刚说我长得像谁？ 哎，你答对了，太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那你有没有听过《在屋顶唱着你的歌》？我爱的人，你知道这是谁的歌吗？知道。真的哈、哦，嗯，那，哎呦，哎，真的、哦，那你们该不会知道我是谁吧？当然知道，然后我是谁？我是谁？露西派。哦，谢谢，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下班了，拜拜。棚内的各位，宪哥，你看到了吗？ 我 OK， 你要点音，我们现在我要来放个大招，OK。哎，阿琛，静雯呢？刚好有，哎，想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可以点歌吗？可以。那我要点吴宗宪的屋顶，吴宗宪的屋顶，可以吗 ？OK OK， 好。那就是说，因为你们有放那个QR code，我可不可以也放？你要拿什么？方便吗？你要可以。 在现场拿有手机的朋友帮我扫一下这个 QR code， 不然我等一下没有办法下班，好不好？赶快帮我一下嘛！一首歌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。OK， 我觉得我刚刚的表现应该算是还不错。我怎么都有自己认为自己是不错？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表单。第一个问题是我是谁？好，大家一定知道这是宪哥。 再来是，哦，你们白天录到晚上，对对对，哇，很辛苦哎。制作单位真的很认真，就是年轻又有才华的露西派，没错。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回答的状况如何。有，哎，有9个人看出来我是露西派，露西派错字欧汉生，半对哦。然后唱屋顶的人不是我，原本想说我今天应该可以，我刚那样卖力表演应该有个3-40票，看来我的道行尚浅。那只能说这个新一区真的是让我。 留下了很多汗水，还有美好回忆，但是又令我心酸的地方，不留下一片云彩，我走了。白痴，还有这还有冰冻。